并集中的最后一块内生五邪。什么叫内生五邪呢？以区别于我们前面讲的外感六因。外感六因叫风寒暑湿燥火，而内生五邪指的是内风、内湿、内燥、内火啊、内火、内寒这些由体内气血阴阳功能失调所产生的五种病症状态，我们叫内生五邪。内生五邪的第一种，我们叫风气内动。 风逆内动也叫内风，第一分题在这儿往往同学们看不到啊。好，如果你风体内动是由体内什么的变动所形成的病理状态呢？啊，记住是由体内阳气变动所产生病理状态。因为内风与肝的关系最密切，所以说我们也俗称叫肝风内动。考试这个点要、啊、记住啊。问你内风的形成和谁有关？和肝有关。素问、至真、大论所说的叫“珠风吊悬”，皆属于肝。这些题都容易考点啊。 好选，选提问你，中风调旋皆属于谁？这属于肝，记住它啊。那么作为肝风内动，内风有以下这几种啊几种。第一个叫热极生风，热极生风指的是血热炽盛，煎浊津液伤及营血，翻浊肝经，导致呢肝风内动，就叫热极生风。临床表现什么状态？患者多出现一些惊厥、抽搐、鼻煽动、颈项强直、角弓反张、目睛上视这些症状。 概括起来就叫高热神昏抽搐，就叫热极伤风。第二个叫肝阳化风。肝阳化风，我们在中诊会提到，什么叫肝阳化风呢？什么叫肝阳上亢？肝肝阳上亢就是因为阴亏以下，阳亢以上，故而肝阳化风，就是因为肝肾阴虚，水不含木，扶阳不潜，阴不制阳，导致呢肝的阳气生动无质。亢而化风的一种病理状态，我们叫肝阳化风。 它必有的症候就什么，我们叫眩晕谱啊，眩晕谱见这个症状一定叫肝阳化风，肝阳上根之后，它必点眩晕啊。或者见筋体肉软、指麻这软，都这都是风毒表现，但它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眩晕谱严重的会发为半身不遂、口眼歪斜。第三个叫阴血风动，阴血风动指的是体内阴液枯涸、无力濡养经脉而发生的一种内风症候。 它多见于温热病后期患者，叫筋惕肉轮呐、啊，啊肉轮手足蠕动。其中谁是标志症状？手足蠕动，只要手足像毛毛虫一样啊,啊乱动，那大多是阴虚风动，同时必有阴虚表现，叫五心烦热、骨蒸潮热、盗汗、全红这些症状。第四种内风叫血虚生风，血虚生风跟阴虚生风有相似之处，啊，阴虚生风是因为阴虚，而血虚生风是因为血液亏虚。 导致肝血不足、筋脉失养，或者血气不能荣筋，引起虚风症之后，患者主要的症状是麻，肢体麻木不仁、筋肉跳动，或者手足呢居然不伸，叫血生风。第五个叫血燥生风，血燥生风前面我们在讲津液不足讲过，在在津液不足中讲过，对吧？一旦呢津液和血、精血之间关系都讲过。一旦血燥生风指的是津枯血少，津血同源，津枯血少之后。 湿润湿燥，肌肤呢失于濡养，经脉气血呢没有和调，导致呢血从燥化而化风，就形成了血燥生风。临床中会见皮肤干燥、肌肤甲作并有一些皮肤瘙痒啊、瘙痒、落皮屑这个症状。像临床湿疹，大多的最终期啊，最终期都有这个症状，血燥生风。所以，但凡皮肤痒一抓呢，皮屑乱掉，都是血道生风。包括头皮屑多，也大多血道生风， 第一个叫内风，咱讲了有五种内风。第二个寒叫内寒，内寒的产生主要体内什么不足啊？它不是外感寒邪，是体内阳气虚衰，温煦气化功能减退之后，虚寒内生，啊，小南说。所以说寒中生也叫什么？也叫虚寒内生，或者叫内寒。《素问·至真大论》所说的叫诸寒收引，皆属于肾。把这个《病机十九条,条中》中这几个点多读读啊，多读读。所以内寒的产生，这个阳虚质。 你看，诸寒肾皆垂肾，大多跟什么阳虚有关啊？大多跟脾肾阳虚有关，尤其跟肾阳虚不足有很大关系啊。那来看，关于啊寒从中生跟阳虚有关，我们叫阳虚则阴生，阳虚则内寒自生。《难经》中曾经说过，叫气主虚之啊，指的是体内阳气能够温煦，一旦阳气不足，产热量减少，就温煦出此阴寒的内生啊内生。 患者会出现表现出畏寒肢冷面、面苍白、全卧喜暖、啊腹胀、便溏、舌苔啊舌苔不可舌润不可，这些阳热不足、阴寒内生的症候。第二个，阳气衰一旦气化功能减退或失司，人体体内水液代谢功能障碍就会形成水湿内停。水湿内停也是谁呀、啊？也是阴寒性的病理产物呀。在寒症之中，一则表现为虚寒症候，二则表现为体内阴寒病理产物蓄积啊蓄积。 素问至真大论又说了，叫注冰水液澄澈清冷，皆属于寒啊寒。所以说寒邪内生包括两种，一种是体内虚寒内生，一种是体内阴寒产物啊产物。痰饮、水湿停聚，也都表现为属于内寒的范畴啊寒错症的范畴。患者会见尿频清肠、啊、清长、涕啊涕、痰腺呢清冷啊清冷、大便呢啊溏泻或者水肿这些症状，都属于内寒的一种表现。 第三个湿浊内生，湿浊内生是与体内脾的运化功能失常。湿浊困于脾，脾主运化，这两个是密切关联在一块的啊。记住，内风和肝有关，内寒和脾肾有关，而内湿一定找谁？找脾啊，脾，这因为脾运化失常，从而导致体内水谷津液代谢障碍，引起水湿痰浊停聚，就叫湿浊内生。我们把它叫脾生湿，也叫内湿。 故而《素问·至真大论》又说了啊，好吧，背吧。注湿肿满皆属于脾啊，脾。加上第四个内燥，津伤化燥。津伤化燥，一旦体内津液不足，机体组织失于濡养，从而出现一些干燥枯燥症状，就叫津伤化燥。我们也把它叫内燥啊，内燥。燥盛啊，燥的表现主要是什么？就是干啊，干。临床多见一些。 口舌干燥，对吧？大便干结，我们前面都讲了，叫燥上则干。内燥多见谁？记住，内燥多见肺与大肠。肺燥则干咳，胃燥则干呕，大肠燥则,则大便干结。内生我学的最后一个火热内生，火热内生我没有完全按教材讲，我们大致来看，火热内生它有两种，一种是实火，一种是虚火。实火包括谁？阳气过盛化火，血瘀化火，五支过激化火。 咱们教材中没有把它区分实火虚火，你记住活着，火热内伤它分实火虚火，阳有余便是火，这是实火，体内啊火热亢盛，这就是阳气有余。第二个，血瘀化火，无论是六淫还是体内的气瘀，都会什么样化火？这病理邪气容易化火，这叫内火实火。第三个，五志过急，气郁化火，生气啊，事情刚开始抑郁，后来什么样急躁易怒，这叫五志过激化火。 临床实火症状一定见壮热烦渴、尿赤舌红苔黄、脉数而有力，这叫实火。而虚火只有一只有一种叫阴虚火旺，阴虚黄患者必见什么症状啊？我们叫五心烦热、骨蒸潮热，对吧？骨蒸潮热，两颧潮红、舌红舌苔，脉象稀疏，这叫阴虚黄。第六节疾病的传变，疾病传变大致了解了，疾病的传变包括病位传变啊，病位传变。 病位怎么传变？素文说了，邪风所致啊所致，先到谁啊？皮毛，其次到肌肤，然后再到经脉，最后到六腑，然后再到五脏啊五脏，这就是疾病病位的一个传变。第二个病证传变，病证传变中主要包括两种：一种疾病由寒转热；第二个由虚实转化，寒热转化啊，我们叫寒极生热，热极生寒，这还是阴阳病机啊。虚实转化，我们前面讲邪正书上讲过。 其虚实盛衰、虚实转化啊，由实转虚、由实转虚、由虚转实，它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啊。第二个，影响疾病传变的致病因素，影响疾病传变。第一个跟体质因素有关，体质一则可以影响正气的强弱，啊强弱。第二个，在疾病的斗争过程中的疾病的从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。记住，但凡考从化，必考体质。 怎么从怎么化？我们说过了，寒邪邪气是不变的，在大冬天同样得了寒邪，有的人风寒感冒，有的人风热感冒，就是因为体内热和寒的不同。如果它是偏阳质得病就从热化，如果它是偏阴质得病就从寒化，这就是从化啊，从化影响疾病的因素，传病的因素，第一个体质因素，第二个病邪因素，病邪因素，病邪因素中是疾病的啊传变的迟速与邪气性质有关系。 在六淫邪气中，阳邪传播的较快，阴邪传播较慢。第二个是不同的邪气其伤人途径也不同，病位也有所差异。第三个病邪呢从化性质变化与病邪属性属性有一定联系。比如说燥为阳邪，易从湿热化；湿为阴邪，易从寒化，它也有一定从化啊从化。第三个它疾病的转归传变也受地域因素和气候影响，这没什么说的吧？ 地域因素长期影长期作用下，都会形成不同人的体质特征和疾病谱的影响啊影响，像北方大家天气干燥，你稍微吃了辣的，都会形成热症，这就是因为受地域因素影响。第四个生活因素包括情志、饮食、劳逸，对吧？等等都会影响啊影响。来看一下关于病机中，第一个内风与什么因素有关？内风一定和肝有关，我们叫肝风内动。 第二个内湿和哪个脏腑有关？湿容易困脾，内湿产生一定和脾之健有关。啊，关。热极生风，可见什么症状？要记住，热极生风啊，热生风，它必然见什么呀？见啊，我们见到木经上吊，绝育谱肝阳化风，手足蠕动，往往是阴生风；手足拘挛不伸啊，就那么样，大多是血虚生风；皮肤瘙痒也大多是血虚生风。而木经上吊一定是热极生风，小孩高热就会你眼睛上翻。 啊，上盘，津液不足引起的大多是什么？津液不足多形成内燥，机体属于濡养，首先表现为干燥啊。